开心窝了。他平时怎么在外面睡着？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酒席柜这么大？这鸵鸟爪，等会给你做虎皮鸡爪。这肉是能吃吗？吃了会有味道，好像我要放脚气啊。还不会嘞，这肉多得很，保证等会做出来好吃。这洗干净的，包上包好吃肉啊。把饺子夹给他去了。放点盐浸泡一下。用麦芽糖炒个糖色。添一半起来。放生姜小葱，多加点白酒去腥。焯水十分钟。倒点油把鸡爪炸一下。放入水中浸泡半个小时，让它起虎皮。放葱姜蒜爆香。放一块火锅底料。加入之前的糖色。放盐及生抽、胡椒粉、蚝油。大火煮开。这个虎皮都已经泡起来了。把爪子放进去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炖一个小时。但是你不知道放着干什么呀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好像贺经理领的888。对啊，你也可以领，就在左下角的链接里。刚刚的888只是登录福利而已，你在左下角链接找到厂家的内部升级礼包，领取之后点下面的立即下载，进去十分钟就能进阶100级了，5000和华为 P50 都能轻松到手，而且还包邮到家。这好事不早说，我现在不告诉你了吗？正好我要换个手机，左下就是了，那我不客气了啊。好香啊。吃饭啦！啊，好了，蒸肉饺闻起来好香啊！爸，你赶紧吃，真的好吃。这种是真好吃。你提包的拖鞋了，吧唧吧唧的，要上七楼啊！我妈说你，你就来说我，还不是跟你学了。